小朋友，快快来！科学乐园真好玩，拍拍手，跳跳舞，跟我一起扭一扭，动动脑，玩科学，头好壮壮真聪明。小朋友，快快来哦，大家一起玩科学。你知不知道香蕉哥哥今天要带我们玩什么科学游戏啊？我不知道哎，可是你看桌子上有好多东西哟。哎，这边有好多气球。各位小朋友，水蜜桃姐姐、哈奇，大家好。香蕉哥哥好。哎，香蕉哥哥，这桌上的气球是不是你准备的？没错，因为啊，待会啊，我们要玩一个跟气球有关的科学游戏哦。哦，怎么玩？怎么玩？小朋友想不想玩啦？那我要先考考你们哦，哎，怎么样啊才可以让气球破掉啊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我知道。哦，水蜜桃姐姐知道，怎么样呢？就用针啊或尖尖的东西刺破就会蹦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尖尖的东西哦，那这边有一把刀片，小朋友在用刀片的时候要小心哦，要请爸爸妈妈帮你哦。好，那水蜜桃姐姐来弄。啊，要刺破啊？小朋友会不会怕？哇，有的小朋友很勇敢哎，不会怕。好，那我真的要刺破了。好，小朋友会怕的，可以把耳朵遮住我。嗯，那水蜜桃姐你自己拿就可以了。嗯，不不，香蕉哥哥，你帮我拿好了。好，小朋友帮我数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啊，破掉了，破掉了。哦，所以用尖尖的东西啊，就可以把气球刺破，对不对？对，气球就会爆炸。那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嘞？有没有知道？我知道。哈奇知道哎，把它捏破，或者是把它踩破，捏破或踩破。还有小朋友刚刚说，你说可以用什么？笔。所以谁说刚刚用？我刚才说。啊，用什么？用笔。用笔戳破也可以哦，因为也是尖尖的。笔也是尖尖的。那哈奇刚刚说，啊，还有什么？刀子。刀子，对，很聪明哦。尖尖的东西都可以刺破气球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另外一个嘞，用我们的手可不可以捏破啊？可以。可以吗？用力就可以哈，啊，帮我数一二三，好不好？一二三。啊！破掉了。哇，那还有没有什么方法？哈奇刚刚还有说用踩的，用踩的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，哈奇？对，用踩的。哦，那我们选两个小朋友来踩踩看哦。好，谁敢踩？谁很勇敢敢踩？那一人选一个。好，那好，我们来踩踩看好了。你会不会怕气球？啊？会。那你确定要踩吗？还是要换别人？你要不要踩踩看？试试看好不好？好，那我找一个，你来找女生。好，那你们，我现在啊，准备了两个气球哦。那我们要把它绑在你的脚上面。小朋友数一二三，他们就开始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开始！哎呦，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好像很难。哇！哇！好厉害哦，泰哥赢了耶！泰哥先踩破了，来，那你来踩看看。那我来帮你好了，一二三，哇哇！这两位小朋友好勇敢呢，我帮他们拍拍手，拍拍手。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哦，还有什么方法？有一种方法就是用水，水，嗯，用水，水怎么可能让气球破？有小朋友，水可以让气球破掉吗？不可以吧？不可能吗？对啊。可是我这是魔法水哦。哎，小朋友，你们记不记得我们的魔法咒语是什么？哈奇哈奇哈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有啊，
两杯水，我们一起来哈气哈气哈，把魔法加进去哦。来，一二三，哈气哈气哈！哇，结果了耶，好快哦！哇，好像在放鞭炮一样，对不对？真的耶，再试一颗，再试一颗，刚刚太快看不清楚。好，再试一颗哦。一二三，哈气哈气哈！哇，好多魔法水哦！不行哦，那用我的魔法水好了，来，一二三，哈气哈气哈，耶，破了耶，有没有破掉？有。那我来挑战大的哦，来，哈气哈气哈，水蜜桃姐姐，你的魔法水大概不行哦，换我的，换我的，来，一二三，很大声跟我，哈气。再来一次，哈气哈气哈，耶，哈气好可怕哦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好，再一次，哈气哈气哈，如果气球不破怎么办呢？教你们一个好方法哦，刚才有用脚踩就会破，对不对？一二三。破掉了，哎，可是水蜜桃姐姐，我们发现你这个、啊、魔法水为什么弄都没有破呢？对啊，我知道。啊，为什么嘞，哈奇？我刚刚有注意到哦，香蕉哥哥用他的魔法水滴到气球的时候，感觉好像会干干的，然后就扩散掉了，而且有一股很奇怪的味道。水蜜桃姐姐的水都会有产生水珠，我想水蜜桃姐姐那杯应该只是水而已哦。哎，真的，难怪我就觉得为什么我的水都不会附着在气球上面。对，哦，难怪香蕉哥哥你故意的。啊，被你们识破了。其实啊，我只是用一些科学的小原理哦。水蜜桃姐姐来闻闻看，是不是有一种味道？很像，对不对？有点像汽油的味道。没错，其实啊，就是这个哦。哎，就是爸爸妈妈常常在用的去渍油哦。去渍油。哦，等一分钟就会破哦，小朋友好像玩过这个游戏哦。对啊，因为它是一种啊会挥发性的溶剂哦，那它遇到像气球这种塑胶类的东西啊，只要把它滴上去啊，塑胶会被融化，对不对？哇，那就会怎么样？嘣，破掉哦。那水蜜桃姐姐那个是什么？是水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只是普通的水，难怪不会破，害我滴那么久都没破。对呀，所以小朋友就知道用这种去渍油啊，可以啊让塑胶类的溶剂塑胶类的制品啊，它会融化哦，所以气球会嘣破掉了。哦，但是要提醒小朋友要小心哦，用这个的时候。用到对，碰到身体啊，又点到火会着火，所以啊，一定要爸爸妈妈在旁边教你做这个实验才可以哦。那香蕉哥哥，刚刚那个气球有些比较薄，就比较容易破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你看，如果是越厚的塑胶，就是越厚的气球啊，它就不容易融化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如果越薄的气球一下子就融化，所以就嘣破掉了，对不对？哇，那所以小朋友都知道了，气球可以用尖尖的东西戳破，也可以踩破、捏破，还可以用什么油让它融化破啊？去渍油，没错。如果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你们还不懂的话，我们有准备动画要给你看哦。来，起来看动画就更仔细喽！科学小原理，一起看仔细。小朋友，我们把去渍油滴在气球上，然后气球就会爆炸。那是因为去渍油是溶剂哦，它会腐蚀气球，气球被去渍油吃掉了，所以就爆炸咯。疯狂玩科学，悠悠！哇，小五哥，你要教我们玩什么超能力啊？我准备了一个大家平常都可以看得到的东西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咔嚓咔嚓。塞衣服用的夹子，塞衣夹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一条比较粗的棉绳哦，那你们看，夹子是不是在中间？对。那现在我用超能力控制它，往我的左边跑哦，你们相不相信啊？不相信。不相信。好，帮我数一二三。一二三。嗨。
怎么跑到左边去？那我现在要让他跑到右边来数一二三。一二三。嘿。所以在摇动是说压死最后一个。哎，有人说我在摇，哎，那你过来说，告诉大家。告诉大家，你觉得香蕉哥哥为什么会让夹子移动？它在动，是说它就会移动。那你来动看看喽。那你来动动看看，你这样摇动会不会让夹子动？好，那我现在说，让它向这一边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把它数一二三，来，一二三。你摇，你摇，摇、欸。你身体没有摇哦，你身体要摇，身体快点。有吗？有动吗？没有。应该身体要摇才可以哦。你们再看一次哦，我让它跑到我的左边，来，一二三。有没有跑到左边？有。那现在要跑到我的右边喽。右边，一二三。有没有跑到右边？哎，我要玩看。好，水蜜桃姐姐来玩玩看喽。有。好，现在先往左边哦。哦，来，一二三。耶！耶！水蜜桃姐姐，你怎么那么上来，它都往下掉了耶？那我换另外一边来，一二三。左边了！哇，水蜜桃姐姐很有天分哦、欸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我发现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！哦，来，二三，哎呀，这叫弄巧成拙，这叫搞砸！哎、欸，怎么打结了啦？对呀、啊，来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哦！一二三，嘿，嘿，嘿，怎么过不去啊？救命啊！屁股不要扭了。屁股没有动啊，哎，还是过不去哎。加油，扭大一点。哦，好吧，那你停下来哦。不玩了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找一个小妹妹哦。一二三。哇！屁股没有扭，屁股没有扭。屁股，屁股，屁股，加油！嘿，加油，加油。还在中间呢。还在中间。没关系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再给你们看哦。好，你们相信有两个夹子，它可不可以一起动啊？怎么可能？两个就更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把两个夹子拿好哦。你要让两个夹子怎么样啊？让它两个一起跑啊。真的吗？帮我调整在中间。好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，不要叠在一起，分开一点。好，这样。有两公分就好，一公分就好。好，那小朋友，现在我要运用我的超能力。好，现在好了，我要把它两个一起变到我的左边，来帮我数一二三。一二三。哇！有没有跑过去啊？有，有一点点呢。挡住它，然后我们现在跑到另外一边，好不好？好。一二三，跑跑跑跑跑跑跑，有没有跑过来？有。我有没有这样子，咚咚咚咚让它掉下来？没有，我要试试看。好，再给水蜜桃姐姐一个机会吧。香蕉哥哥，我好像有看到你一点点的轨迹哦。哎呦，哈奇很厉害哦。那我们帮水蜜桃姐姐先来数一二三，来，一二三，分太开了，分太开了，好，一二三，哇！水蜜桃姐姐还蛮有天分的，跑了一个过去。哇，那小朋友应该都有看清楚了。哈奇，你说刚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好，就由我来说。香蕉哥哥说要把夹子放到要跑到右边的时候，他就在左手把它张得很大很大，然后夹子就会跑到左边呢。所以你这样听得懂吗？哦，哈奇真的很聪明哎。那我们现在让小朋友来看清楚一点哦。你看，我现在啊把夹子放在中间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啊，我要让它跑到我的左边，我就要把右手，我的右手张得很大，然后左手要缩小。你看，张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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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缩小，缩小。它有没有跑过去？有。那我要让它跑另外一边，要动哪一只手？左手，我的左手，它就往右边跑，来动动动动动动动，然后这边要缩小，有没有跑过去？有。有。哇，真的耶！对呀、啊，这样子跑来跑去是不是很好玩？所以小朋友在家里啊，也可以用这个塞衣夹跟棉绳来玩这种好玩的游戏哦。而且啊，用我聪明的头脑，我又发现了一种东西哦。问你们哦，螃蟹啊是怎么走路的？是直直走还是旁边横的走啊？横的走，横的走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水蜜桃姐，你看这边有两只螃蟹哦。嗯。我们就可以玩螃蟹走路哦，给小朋友看哦。
那一起往我们的左边走，好，走，走，一二一二一二，你的到了吗？走了，走到了，走到了。所以啊，如果要往右走的话，就要左手张开，对不对？右手变小。对。如果要往左边走啊，就要右手张开，左手变小哦。哇，我会了，我会了。小朋友，我们用线把夹子绑住，然后左右左右的拉，这时候夹子也会移动哦。那是因为夹子和线产生了摩擦力，宝宝，摩擦力宝宝让夹子移动的。小朋友，这样你知道了吗？耶，又到了科学问答的时间了。水蜜桃姐姐，今天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呢？哦，今天是有彰化的一个钟佩恩妹妹她寄来的问题哦。她说，为什么气球会飞到天空中呢？哎，香蕉哥哥，你要不要为他解答一下？好啊，可是我看到小朋友举手，他好像知道。啊，真的吗？来，为什么？那你觉得为什么气球会飞到天空上？是因为有空气。因为空气，好聪明哦！答对了，答对了，就是空气宝宝哦。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个实验哦。好，我们用一个打气筒，把气球啊里面灌满，灌满空气。嘿，嘿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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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不要戳太大会蹦，气球会爆炸。哇，它好像一只小鸟的形状。好，噔噔，好了，它会，我把手放开，它会往天空上乱飞吗？会。那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就知道了。来，一二三。哇，还螺旋状的飞耶！看清楚了吗？我知道哦，这是因为我们刚刚把空气啊打在这个气球里面。那如果你把那个捏口一放掉，空气宝宝全部都从下面冲出来，所以气球就往上飞喽。哇，没错，水蜜桃姐很聪明。我们再看一次。好，我们现在啊用，我们用打气筒把空气宝宝啊灌到气球里面。那空气宝宝现在在哪里啊？气球里面。气球里面。好了好了，小朋友说好了，气球里面都是空气宝宝哦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啊把它放开的时候它就会乱飞，你们仔细看哦。好，一二三。哇哇，而且我还要感觉到里面的空气飞到我的脸上了，有风吹出来对不对？对啊，其实啊就是产生了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哦。哦，水蜜桃姐你看，我现在这样打气在里面哦。嗯，在气球里面有空气宝宝。对啊，我把它放开，你看有没有风？哇，有哎，我的刘海都飞起来了。对啊，空气宝宝啊，因为被打开之后，它就赶快从气球啊的屁屁这边啊，赶快冲出来呀，冲出来就变成风哦。所以啊，吹出来的时候会很凉很凉哦。但是啊，它在吹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啊，反而啊，就是空气宝宝这边有一个反作用力，咻，所以气球会往上飞，乱飞乱飞乱飞。哦，就给它了一个力量，让气球往上飞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空气宝宝全部都跑出来之后，它就会怎么样？就掉下来了。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也玩过一种气球，就是充满，然后一放掉的时候它还会有声音。哎，小朋友没有玩过啊？有，那种就会在天上一直飞一直飞的。嗯，所以佩恩现在懂了吧，就是啊空气宝宝产生了作用力跟反作用力，所以让气球乱飞的哦。香蕉哥哥，我好像有看过一种气球，它下面是绑的，可是它还在空中会一直飞一直飞耶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就像这样啊？然后这气球会飞起来，没错，而且啊，他手手放掉气球，还继续飞到天空中哎。哦，小朋友有没有看过这种气球？拿在手上，如果放开就会咻。有啊，小朋友都有看过。其实啊，这一些气球里面啊，并不是我们普通的空气宝宝哦，是利用一种氢气。哦，我记得氢气比空气轻，所以它会浮在空气中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所以我们拿在手上的时候啊，它就会浮在空气中。如果我们把手放开，它会怎么样？就飞走了，飞到云里面了。小朋友，我们把气球吹大，然后放掉，气球会乱飞，那是因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哟。可是我们还有一种的气球是会一直往上飞，那是因为气球里面的空气宝宝比外面的空气宝宝还要轻，所以气球就会一直往上面飞喽。大家好，我是香蕉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下订阅键，
这样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哦。除了订阅我们之外，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也可以看这里哦。